位观众，天文台目前仍然系悬挂紧八号风球，强烈热带风暴韦恩现时系集结喺香港东南，大约系110公里，向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系10里，直吹向华南海岸。预料韦恩现时系最接近本港。咁离岸地区嘅风力咧已经系达到烈风程度，而喺过去一个钟头，横澜岛以及大老山分别系录到每小时104同122公里嘅风速。葵涌丽瑶村一个建筑地盘晚上系发生棚架倒冧，压住咗一架的士，冇人受伤。发生冧棚架嘅就系丽瑶村华瑶路一个地盘，喺晚上10点半，呢个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嘅竹棚系砸落嚟，打横拦住条马路，压住一架的士，车上面嘅司机并冇受伤，自己爬翻出嚟。地盘工人后来将个竹棚斩开，逐部分将棚架搬离路面，同埋清理现场一带嘅杂物。在凌晨时分，一个男人由尖沙咀一栋大厦的九楼跌落嚟，送去医院之后是证实死亡，警方现在仲是调查紧。现场就是尖沙咀加拿分道33至35号，一个27岁男人在凌晨0时左右由呢栋大厦的九楼跌落嚟，撞到一架泊在路边的私家车，然后跌落地。七彩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。